来，来出来了，干嘛呀，妈？出来，坐着来。干嘛呀？坐着坐着呀，快！不是，坐着坐着，快快！妈，你要对我的刘海不满意，我可以去理发店剪。哎哎哎呀，你别动，剪个刘海去理发店多麻烦呢。哪儿那么复杂？不用，这我特意留的。 清爽吧，你跟我整成什么样了呀？你跟我说哪儿进这个小孩儿的？我从一进门到现在，你都耷拉着个脸，我是欠你的，是怎么着？你那么不想让我来呀？我愿不愿意你来不也来了吗？哎呦，头发别那么红！你不是爱收拾屋子？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 我说沙发，你不是里面吗？我跟你剪个刘海，你就要睡沙发是不是？啊？你，我明白了。你是还在怪我给周到打电话是吧？我跟他都已经分手了，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？真分了？那行，那我踏实了。你回房间睡去。你那早上要上班呢，睡什么沙发呀？ 起床吗？起吃完饭再睡。我吃好吗？你别管他了。娜娜，娜娜，干嘛？起床了，吃早饭呢？几点啊？8点了都。哎呦，你说你呢，我又没事儿，不行了。哎呦，我的高睡，你打扰他都行。哎呀，你们这，我是什么？你这睡会儿吧。你们这孩子都怎么了？这是早上起来不？滋儿滋儿滋儿。 这几种粉，你们要吃哪个？啊？不，不喝。来，那喝点维生素哈。哎呦，来，拿张纸。 你头发，你把你刚才那头发弄的，好吧？啊，回头我给你也剪剪。哎，可以，妈，娜娜适合，你给她也剪一个。不用。
我楼底下那个理发店充卡了，不用浪费那钱啊。楼底下那钱用完了，不要往里充了，别再充，好吧？好，对，大爷巧夺天工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跟您画似的。这什么话都能说出来。维生素。娜娜，我看电视上的专家说呀，不吃早饭脑子容易退化、便秘，还有结石，好多毛病呢。这李锦要注意啊，影响大脑可不好。我不用担心，我刚考第一。你啥意思啊？妈，你看他，那老熬夜也不行啊，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的毛。对。熬夜呢，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是我的职业性质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熬夜对我身体的伤害。大爷，你想知道怎么减少吗？我来给你讲讲。哎，你也听着，如果我3点钟睡觉，我中午起床，这熬夜对我身体伤害就可以减少一点。但是呢，我3点钟睡觉，您早上8点钟叫我坐着吃早饭的话，这对我的伤害啊，那就严重了，能明白吗？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哪那么多理呀、啊，歪理、啊嗯？我简而言之呢，就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，为了我热爱的职业，您就不要早上8点钟叫我起床了，然后在楼下那个。弄东西的声音，那个碗啊什么的，就可以稍微小一点声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早饭还没吃呢，吃个鸡蛋。我先不吃。这个喝了，有营养。哎呦，跟喝药似的，至于吗？我也走了，妈。哎，李锦，我想问问你们。这你们这儿的菜市场在哪儿啊？我看你们两个脸色都不行，我买点东西可以给你们俩好好的。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回来在网上买好了之后，直接拿回家了就。哎，这个，有事打电话给我，注意安全啊。就是那个柜子，我记得就是那个柜子。不是，我这看见的全是裤子，根本没有什么背心，你确定是在这个柜子里吗？是啊，你一件一件的找行不行啊？你这翻的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那你本来这么叠就不科学，是不是这个背心？不是，是个长的。这个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这个是。您早说颜色不就好找了吗？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？我马上就得去了啊，先挂了啊。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都辛苦啊，尤其是李怡锦同志拿下了小红梅剧团的独家演出，鼓励鼓励。谢谢。还有就是这次的季度工作汇报，上面领导对咱们部门非常满意，所以我决定等会儿大家一起出去聚个餐，想吃什么随便挑，我请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么高的一点。我们去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家自助怎么样？太好了！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我想想吧。烧烤怎么样？哎呀妈，干嘛？我开会呢。啊？你在哪儿啊？我马上过去。啊！
也还行，你们想吃就那不好意思，我家里出了点急事，我可能今天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。哦，请个假行吗？我明天请大家喝饮料。哦，行，那你就快去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那蔡经理，我们就吃那个海鲜自助就好了，大家都很喜欢吃的。海鲜自助味道很好。这样啊，咱们呢，毕竟是一个团队，今天既然李怡锦时间不行，那要不咱们就改天。行，那就这样啊，散会。 这人真的是，哎，闹了半天，就为了请李怡锦啊！我们呢，就是作陪的。哎，小曼，嗯，哎，你等等啊，我建了个小群，拉你进来啊。要那么多群干嘛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有些人啊，跟领导走得太近了，我们在小群里啊，好说话，对吧？ 妈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这，我看见你了。哎，看见你了，我过来了啊。跟你说了，别乱跑。我怎么乱跑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明明问得清清楚楚的方塔路，你以为你妈到了上海就不会坐公交车了？在老家所有的大事小情不都是我安排的好好的，没有出过错。 你可厉害了啊！不是说你，但是这个方塔北路环城路是很长的，你要坐咱们小区得再坐一站，坐到方塔北路、融乐东路站，知道吗？谁知道上海的路怎么那么长啊？那我不说了吗？在网上买好了，送到家里去就不用麻烦了呀。你总说网上买，网上买，网上买的能有我买的新鲜吗？我今天买的这个虾，那袋子里灌点水，撒点盐，到了家还活蹦乱跳的呢。啊，这又动了。 你那捡的我能见人吗？就知道瞎花钱，该省的不省。等一站吧。妈，你那膏药带了吗？忘了。没事的，歇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做饭了。来，哎，干什么呀？泡脚。我一弄得哪哪都是水，我进去。 哎，等会儿擦一下不就行了吗？等会儿我来做饭啊，你别忙活了，你赶紧进来就去泡，水还热着呢，去，啊，慢点，给我吧，多泡会儿啊，嗯。 喂，哎爸，哎，我妈那膏药忘带了，能寄过来吗？你在上海哪个药店给她买点不行啊？那个膏药是医院特制的，这买不着。那膏药放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再说我也不会寄东西，哎，你找你二姨帮忙吧。我这忙着有事出去，挂了啊。 把药寄过来，不用了，我泡了泡脚，没事了，好了。舒服点了吗？嗯，好。那我来做，你别动了，等你做饭都不知道几点才能吃上呢。大老远我买这些新鲜的菜，这虾您放在明天都不好吃了，不新鲜了。去吧去吧，我的大小姐，歇着去。 这个也好吃的。